前呢，不是爆发了柯文哲的窃听案吗？政策办公室遭到窃听了，当时呢是震惊各界，而现在看到有了重大的突破了。原来当初啊，柯办自己请来的两位真心业者吴德义跟林俊宏，他们疑似是自导自演，自己动手脚的。其中林俊宏已经承认了 T 叉线跟姻缘线是他装的，两个人现在已经遭到声压，检方现在还怀疑又是柯办的彭姓幕僚涉嫌教唆，除了要全力追缉彭姓幕僚到案厘清，也将会视情况决定是否要约谈科办政策总监张景森。对此柯总部表示，警方如果怀疑是幕僚涉案就侦办，不要乱放消息，他们一切坦荡荡。